操！没电叔合出了一个十技能的日游神啊！哎，兄弟们，老板太好了，老板人太好了，老板是这么安慰我的。老王不用有压力，早晚得掉啊！老板心灰意冷，随缘找老王打书，没抱任何希望。王哥不服，证明自己，竟然意外血赚。好，打一个八技能力皮化魂啊！老板，你看你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一看你这宝宝名字，我都知道能成。你看你有底气啊！那咱们就得干他了啊！好了，这个没有解锁，用到钱的时候我们再秒啊！这是力劈的八技能力劈，八技能要壁垒的话，就是幸运名词高防三本辅助书加壁垒啊！如果要是想要壁垒的话，幸运名词只能留一本啊，不用问那么多，一本就掉。哎，别闹啊，该走的流程得走是吧？好，老板说啊，随便打，反正这个样子可能是对我放弃了，没觉得我能打成啊。壁垒啊，直接就把你把它变成双攻击技能啊！好，鬼魂直接掉了，这太舒服了。两个特殊技能啊，这个时候就咱们就先不要啊，先不要幸运技能了啊，就要名司啊。有低名司，要不要上高名司呢？有低名司先不上高名司了，夜战也有啊，直接高防不太稳啊。其实现在上高神太稳了，也没有便宜书了，就一本高防，一本高神，直接上高神啊！在这宝宝都快能用了啊！好，我操，高神3500万，那就打高币喽，玩的，带高神套好了。我发现每个区都必然有一个兽爵是贵的啊，这高叶好便宜，这高叶一定要买啊，这高叶一定买，等会第一阶段掉了再说买。高防也不贵，高息也不贵，上高息了啊，这个区高神太贵了，都一样的。来吧，力币在前面比较稳，顶多掉烈火壁垒夜战啊。稳，法连掉了啊，法连掉了。现在1、2、3、4本书有用了，名词也算是有用。上必杀吧啊，上必杀，必杀虽然贵，但是应该上了啊。如果不上必杀，就上高防啊。上必杀是为了稳啊，高防是为了早点结束啊。哎，这个神佑挺便宜的，神佑和必杀是一样的啊。再出假位，看掉后排的，直接覆盖名词反阵啊，推前排的合纵，一本冲刺之书啊。OK 啊，冲刺成功啊，冲刺成功啊，直接覆盖了啊，反正直接被一把大覆盖，那三个技能里掉了最想掉的那个技能啊。好棒好棒，真厉害，想棒。然后呢，前排的高壁高偷和高防有点风险，下本书高偷又比较稳啊，这个没有幸运的位置，这本书啊应该要上高防了啊，应该要上高防了，而且上高防不用秒钱啊。哎，兄弟们，老板太好了，老板人太好了，老板是这么安慰我的，老王不用有压力，早晚得掉啊，你就随便打，放开心态打。看人家老板的境界啊，把宝宝交给你，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，交给你就觉得你一定能打掉啊，一点希望都不抱啊，高仿肯定是过千万的。怎么说？名司神佑啊，名司神佑啊，名司神佑，神佑掉了啊。去上面了，折腾啥呢？夜战掉了啊，还行，这样的话就全红了，老板啊，我就跟你说，这本夜战我是一定要买的。低级名词如果不掉的话，没忍啊。神佑力劈掉了一个，好气呀、啊！他妈快成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唉，老板想回啊，老板回炉的话，这个神佑很烦，神佑和化魂啊。自带的高级鬼魂啊，高级鬼魂冲突啊，然后烈火倒是可以认证啊，烈火直接认证就行了，但是神佑跟自带的高级鬼魂冲突啊，所以说要回炉的话可能还涉及到电书，电书其实也不用担心，就一本吸血的贵书啊，那我先给你垫一垫啊。好，老板说无论经历多少的艰难坎坷，就是一个字回啊。来，后排技能要开会，法连给我掉高神，幸运给我掉高神，掉了 OK 啊，一本法连掉烈火，一本幸运掉高神，比认证都省钱啊，直接舒服血赚啊 OK 啊，有时就这么简单。雷鸟人进阶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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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日游神没有进阶啊，日游神的话啊，咱们看一下，神技不冲突，反击不冲突，强力不冲突，顺序不冲突，感知不冲突，资质的话也还是一把 OK， 真经的话十满五个也还挺舒服的啊，防子体资真的高啊，就是这只日游神是一个真的不错的一个回炉的啊胚子啊，咱们1400、1300、1266 OK， 1.243 加 1.226 啊，除以个2乘以个 0.96， 最低成长 1.18 除以 0.96 啊，乘以个 1.02 最高成长 1.59，
我们已经啊吃到最尽力的真经了啊。好了，就看这组了啊。这组的话是8+2啊，这是10+6，16技能化魂啊，上限技能啊，到11技能就够了。八技能加鬼魂加大火啊，总共重新生成技能是10技能，合纵跟不冲突，冥思幸运法联不冲突，红书感知力皮壁垒不冲突，合着这块直接能用了，直接出化魂，5、4、3、2、1，化魂！叮叮叮！我操！兄弟们，我们的日游神没有电书啊，没电书合出了一个10技能的日游神啊，没电书合出个10技能的日游神。如果电玩书的话是13技能啊，电玩书是13技能，日游神的三个臂带我们都没有电掉啊。但是我们的元宵确实已经吃到了能力范围之内的最上限啊，所以说资质它不会特别拉啊，成长倒是有点低啊，技能有力劈啊。兄弟们，咱炼妖还行吧？啊，炼妖是不是手气特别的好？哎呦我去，这只宝宝没电书啊都不亏啊。电玩书直接血炸，但是力劈的话没法电书啊。